目前跟男友想把第二根手指放进阴道，可是无论怎么试，男友都说里面有一层肉在挡着。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第二个手指头一起顺利进去呢？那就是之前我说了，你一只手指头进去的时候，如果这样慢慢的打用是可以打开的，再放第二只手进去。但是第二只手进去，有人说啊，那第一只是这样，第二只是这样，怎么戳进去会痛呢？你在进去的时候可以两只手叠在一起，那他进去的这个宽度就会是一只手的宽度了。你一只手进去 OK 的话，你两只手先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可以进去了之后，再慢慢的打开，再撑开。再化开，可以试试看，叠在一起进去。那如果是三只手指头呢？一样，三只手指头叠在一起进去，基本上两只就好了，不要三只，因为男生的阴茎应该也没有三只这么粗。如果你要用到三只，大部分的女生三只手指头的粗会让女生不舒服，并不会比较爽。少部分女生我不讨论，